Cousins. Thank God. 我们三次去了哈。 然后左手出来，等于是你们的右手出来，啊，然后我的右手插腰，你的左手插腰，关灯，啊，同样的方法，肩高往左胯下，左转腰旋过，啊，往前爬坡上，去找断了。 再过来，回到人了，再一次，左转腰屈肘，爬坡上来，过来，屈肘，坐进一道，回到人了，再一次，左转，左转旋腰，旋转，往前，爬坡，往后屈肘。 左手出来，啊，往前臀部后拉，再提前步哈，啊，然后向后屈不屈，左右利用臀部前推，两手上来，往后仰旋转，我的脚跟要注意听到。 臀部后弯，向后向左右，啊，臀部前推，两手上来，后仰的时候两个圈圈，好，再次前后都是臀部以臀部腰部为主哈，臀部慢慢往前推上托，后仰的时候两个圈圈。 好，嗯，这个要你这个，哦，你讲，这个要你这个，这个要你这个，好，准备好了，没问题啊。八个字，第一个动作，啊，看是看了，啊，我那按按条啊，条啊讲啊，放我地了哈，所以他要讲的哈，啊。
咱这个是行政院老委会，一个点点的哈，它比较简单，简单啊，熟悉一下，啊，你那像大料理哈，黑龙他教人煮，啊，他教人煮咱就免甲学。因为我厝内的迄个单子，我有无限，啊，我算算也是这项做下来要较紧，啊。好啦，八戒子的第一个动作，两手托天，比三江哈、哦。我们后面比较慢来的哈、哦。三江胸部以上，上江胸部以下，肚脐以上，中江，然后肚脐以下，下江，啊、哦，再来膀胱啊哈，啊、哦、上脾胃，啊、哦、啊，你要最好是中江脾胃啊上啊这是上江。胸部以上哈，啊，所以咱尽量以后哪一下这些要配合呼吸哈，啊，好吧，我们两脚分开，一个肩膀宽，我们站立要平行步，不要站这样不会稳哈，要平行步，稍微内弯，脚尖稍微内弯哈，阿弥陀佛，膝盖微微下坠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两手掌心朝上，放在单腿下部的前面，啊，然后拖上来，配合呼吸就配合呼吸哈，上心就是拖到胸心胸这边，然后再翻掌下部，腹部下部哈，然后再上来上心，这个手掌心朝下。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超过头顶翻掌，后仰托天，一起利用意念把你的手很自然的下压，眼睛看上面，身体尽量平衡啊，跟你的脚底，你的脚底啊成一直线，把能量分开。把胸应该吐气，有一个合抱哈，稍微合抱抱一点哈，再来上吸，弯掌下腹，上吸，多吸一气，能够配合呼吸的就尽量配合哈，啊，不能够配合的就要尽量呼吸就。然后分开吐气，上吸，弯掌下腹，上吸，就是往上拉，托天地气，分开吐气，好，再一次，上吸。弯掌下部，上吸，托天地气，啊，分开吐气，脚膝盖稍微放松，上吸，弯掌下部，上吸，托天地气。分开吐气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又走啊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这个很简单的，啊，很简单，但是以后要配合呼吸，上来吸，弯腿下去吐，再一直往上拉吸，一直吸，到这边要闭气哈，哎对，啊，闭气哈，不必要闭得很久哈。啊，你两包东西，你用这种呼吸就好。上来，然后就把上吸，啊，啊，好吸，不能够闭气的话，你就用上来吸，啊，马上下来吐，啊，尽量不要伤到哈，万一有伤起来爱动哈，再去用气夹掉，再像咱咧夹鼻夹鼻安尼哈，夹鼻夹鼻哈，
就得按用这个气功的方式哈，来治疗，治疗爱长的脚部的这边一点大肠的哈，啊，这个，啊。